一个同学啊，他在那个素食府，就是在那个素食馆上班嘛。然后他最近发现他们那里面用的那个包饺子那个油啊，居然是用洋葱炸过的。然后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嘛，他还帮他们包过饺子。他现在知道他们弄了那个洋葱啊，他就和老板沟通，但是好像他们也不听他的。那他想问他现在这个，有业障吗？他还能在里面继续工作吗？可以啊，没关系的。老板的业障，老板自己背，叫他跟菩萨讲嘛就好了。哦，好的，明白了。毕竟不是肉啊，嗯、这个五的素荤的毕竟不是肉、嗯，好很多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好的。嗯，好，感恩师傅开始。